问我的孩子会乘坐校车上下学吗？答不会。Los Altos 学区没有校车服务，大多数学生走路、骑车或由父母开车送到学校。问我的孩子需要穿校服吗？答不需要。Los Altos 学区不要求穿校服，只要给他们穿着舒适的衣服就好。记得天冷时帮他们带一件夹克。如果你需要了解孩子所属学校的具体信息，请登录学校网站，比如校历、学校所需文具等等。